赏新鲜的玩手黄金冰烤地瓜。高温窑烤至200度，地瓜出蜜后呢，马上急速冷冻，保留地瓜的天然蜜汁。冰冰吃跟热热吃都可以哦，我们来去试试看看吧。冷冻之后拿出来，解冻10到15分钟就可以直接食用啦，吃起来有点像焦糖，又 Q 又香。那热热吃呢，只要从冷冻拿出来之后，直接放进微波炉之后，就很像现烤地瓜啦。帮大家试吃看看，我来挑一个比较小的。哦，地瓜超甜，然后很绵密，都可以当正餐食用，非常的健康，而且成分很单纯哦。大家快去爱上新鲜购买吧。